好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下面呢，介绍一盘我在新浪上网棋的实战解说。这盘棋呢，是一盘应该说很有意思的、非常奔放的屠龙局。为什么说奔放呢？因为开局的时候呢，自己走的还是什么都敢下，下得很曲折自如。这盘棋呢，对局于2021年的2月份，离现在录制的时间呢，有快3年了。当时呢，疫情期间，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在家和孩子们在一起。状态呢非常好，非常放松，或者说奔放豪迈，什么棋都敢下。这盘棋呢就是其中这一盘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围棋，录制成 YouTube 上传到网上呢，供自己留作纪念的原因。同时呢，也希望呢能够一些，不愿动脑下棋的棋友们呢开心解闷。好，下面进入棋局，这局棋呢我直白，开局呢都是一些正常的套路吧，从这里开始呢。开始走变，走变，这个棋呢，但也没有必要救这个残子，因为越走越重，所以说呢要及时转身，把这个子放到这当诱饵就行了。因为对手呢开的比较大，拆的比较大呢，那么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这个救回来。对手呢肯定是和我想的不一样，他想的是刚好把这2个子吃掉，把角守住。所以说呢，双方各取所需。目前呢，我认为呢。白棋还是有留力的，因为这个棋本来就是黑棋的地盘，白棋呢能够先手能够把这个角碰到，我觉得还是不亏的。下围棋呢，尤其 AI 时代呢，最终比的就是谁下棋效率的比拼，那就是赢棋呢，往往就是围棋子效的积累。就是这盘棋呢，因为这个形状都没见过，一个没注意就把这个棋给吃掉了。走成这样呢，白棋呢，无论是实力还是后势都反超了，这也是黑棋没有想到的。好在呢，黑棋这个角呢，应该说是活角，反正也可以获得一个先手。白棋呢，积极的分段黑棋，这棋为什么这么下呢？因为白棋呢，对于我来讲呢，想走在外面。双方在这里的一阵厮杀呢，最终黑角呢上面呢两眼成活，后者成活，白棋呢可以先手呢对这个棋线，对这块黑棋开始进攻。所以白棋的思路就是把黑棋这2块呢断开，然后呢缠绕攻击。白棋的思路应该说得以实现。这里呢，白棋走的当然有点凶，就是作为我的当时对局而言呢，如果说走成这样，黑棋呢单关连过去，这个白棋无论当然占了大有，因为白棋的外面都走到了，黑棋呢只是活了几目棋，仓皇的跑了回去这么多子力，但是没想到呢，黑棋在这里呢也开始了反击，白棋呢就我这个对局者呢，这个时候走的可能有点思考，可能有点不周。被吃掉了，被这个吃的也不算小，所以说这个棋呢，上面的棋呢，我认为白棋多少有点亏了，但是好在呢，白棋呢还是获得了先手，尤其是实地亏了，那么白棋呢得以这个先动手在下面。白棋的思路呢也很明显，就是呢再给黑棋支持到这一边鼓起来，利用自己的上面的后势呢加以攻击。这个时候呢，棋局进入了关键阶段，白棋呢把上下的黑棋分段开，黑棋这时候点角呢是要保证实地的平衡，白棋呢宁肯不后手呢，也要保证自己的后势，因为将来进攻呢一定要让自己呢不要有孤棋，不要有弱棋。目前看呢，形势上看也基本上是2分吧，关键是看黑棋怎么处理这边的孤棋。黑棋的意思呢，就是通过打劫连回去。白棋很明显，你这块棋还可以断开，我可以把你断开。这个时候呢，上面这块棋就太小太小了，小到可以不要。关键是啥呢？黑棋还得花一手去吃，这样呢。白棋已经认为这个棋就是死棋了，
整个大脚右上角都给黑棋了。但是呢，我认为白棋获得了决定性优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攻杀这款棋呢，在这么厚的情况下呢，并不难，很多棋手都可以走出来。所以说呢，下面就是一个经典的我的对局中经常常见的这种攻杀战又开始了。因为呢，自己在开局前期之前呢，做后事积累的比较多，所以说呢，可应的招法非常多，只要处处点在白棋的腰眼上、黑棋的腰眼上就行，而不许考虑呢自己的死活。这个棋，黑棋还有时间还补这个，但这个棋已经很小了，吃和不吃都不影响大局了。黑棋这个时候呢，发现这个棋是断开的，还补了一手。那上面呢，本来让黑棋先走，黑棋都不见得能活。这样的话呢，又把进攻的这个优先权给了白棋。啊，走到这儿呢，黑棋看自己不能活，也认输了。这款棋下成的结果呢，应该说局面大差。下来就可以有40目，加上贴目呢，差不多有50目的差距。所以说，黑棋吃了这么大的一个角，居然都没有取得决定性优势。白棋呢，在打劫的关键阶段，这个小棋都可以起舍了，因为这个棋脚部这个棋和中间这块大空相比，差了很多。这块棋如愿以偿的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，吃住了对方的大龙。对局的时候呢，总是一个高兴的事情。啊，这个棋呢，多少有点豪迈和奔放的感觉，就感觉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，无忧无虑的时代。自己的小孩呢，现在正在上中学，他们呢，在繁忙的学业中，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，他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上中学时代的那个乐趣。好，这盘棋呢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度过愉快的一天。希望大家点赞订阅，我们保持联系。